们要和这个电视说拜拜了。自从居家了之后，我们就再也没看过电视了。那电视就一直晾在这里，房间也比较小，电视放在这就很占空间。拜拜拜 TV。 他们拿了电视但忘记拿遥控器了，现在去送遥控器。 The TV is on again。把电视卖掉了之后，这个电视柜放在这里就显得特别的空。现在我想把这个电视柜挪到衣柜里面去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外面就有很大一块地了，耶嘿，开心。好在我是把东西都给收拾出来了。哦，拜，卖柜子喽！放开外面。好吧。拜拜。我总共有144件衣服。现在这些就是我衣柜里的衣服了，已经比之前少了很多了，我非常满意。不过我真的很开心，我可以把我的化妆品 narrow 到只有这么一点点。距离搬家还有28天，但是我就想提早开始收拾。今天我就要收拾一下我的卫生间。你在干嘛？第一时间来捣乱，你这个小猫。我刚刚收了大概四个这样的塑料袋的东西，里面都是一些我的面膜啊、护肤品，一些各种各样平时会用到的一些东西。那这样子先零零散散放在这里。我现在在我的衣柜里，然后呢打算把最近不穿的衣服全部都收起来了，搬家的第一步开始了。我拿了真空袋，然后打算把衣服往里面装一装。我把我差不多一半的衣服装到了这个真空袋里，现在好像一袋豆腐干了。哇，应该还蛮重。我把我要舍掉的鞋子全部都放在了地上，然后呢，鞋架里面的这些都是我要留下来的鞋子。这是我们的所有的不要的衣架，超级多。给甩卖衣架，甩卖衣架。本来这一排挂满衣架，现在全部都收到那个袋子里面了。这边这位朋友的东西其实他装的差不多了。你看这边的东西就是放眼望去都是箱子状的，他的东西都已经打包在箱子里面了，但我的就还没有。天哪，今天床底的情况就是有一只猫终于可以在床底自由自在的飞翔了，然后里面那些是我的书，这里是我之前洗好的衣服、猫砂，还有两箱鞋子，还有一个行李箱。这两箱是卫生间的东西，下面一箱已经装满了，上面这一箱还有一些空位，因为卫生间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收好。 OK， 现在我要把这一面墙上我贴的东西给收掉了，拜拜我的墙。嘿嘿，猫猫上来了。搬家前的倒数第三天，这人已经把他东西都收好了，然而我的东西还没有收好，救命啊。
朋友们，今天终于有一些喜讯了，我的衣柜差不多收拾完了，我发现我只有三包衣服，这些衣服我明天还要拍照，所以就先留着。然后这个上面还是我的滑雪包，是我的书包，现在剩下来一排这个衣架子，还要把它装起来。现在呢，这个和这个已经基本上都空了，除了这个上面还有一些我这两天会穿到的衣服。这个箱子已经全部都是我的杂物了，这个箱子里面放了一袋我的衣服。然后呢，这个本来是一个电视柜，也已经基本上空了。这里是雪板和脚架，我的衣柜也就差不多结束了，太感人了。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卫生间也差不多收拾完了，虽然现在台面上都还很乱啊，但是台面上的东西几乎就是我们卫生间所剩下的所有东西。今天收拾的成果还不错，开心。今天是倒数第二天，然后我们现在打算收拾一下厨房的东西。厨房的东西我们不会带走太多，可能只会带走两个锅和几双筷子，还有一些我们没有吃完的食物，别的就不会再带走了，全部都送给室友了。然后现在我们打算收拾一下厨房。 Basically 厨房就是这些东西，上面是我的泡面、紫菜什么的，下面是一些红枣啊什么的。食物柜里的东西也全部被收出来了，收在了这个箱子里，然后还是发现有一些过期的东西被扔掉了，然后就是收拾结束。卫生间收拾的差不多了，然后还有一些空瓶我故意放着还没有扔掉，现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ASOS 的。这个一个是身体乳，还有一个是 hand wash， 这两个我都已经用掉了。我用的是这两个味道，我觉得都超级好闻，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那种木头调的，然后一些精油的味道吧。这两个味道是我在 ASOS 最喜欢的两个味道。还有一个曼丹的眼唇线，这个我已经说过100遍了，不想再说了，这个太好用了，最好用的眼唇线没有之一。这边还有一个成野医生的毛孔收敛水，这个它因为它上脸是凉凉的，然后我有拿它来湿敷过，敷完了之后脸上就变得滑了一些，毛孔就真的肉眼可见的缩小，手摸上去就是摸不到那种毛孔的感觉了。这个强推，这个我一定会回购的。还有一个奥伦娜素的这个面霜，这个我觉得一般，本来我是想买豆腐霜的，但是豆腐霜当时卖完了。修丽可的这个这是色修面膜，我用完了之后也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哎，只是它在我脸上用的时候会有一些刺痛的感觉，没有别人说的觉得它有很好用什么的，无感。还有这个是洗刷子和洗美妆蛋的，这个我觉得正常吧，不用特地买这个牌子。我还用完了一个这个 EGF， 也是成野医生，这我觉得还可以，但是没有说特别明显的效果，就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补水或者是收敛毛孔的效果吧，但是我可能以后也不会回购。今天突如其来的空瓶就到这里啦。主机也没了，全没了，所有和电脑相关的东西都放在这里了。嘿嘿，今天的月亮超美，不知道能不能啊，可以拍得到，今天是满月。我的显示屏也竖起来了， Oopsie。桌子已经全部都收好了，现在要拆桌子咯。
们家现在正式没有地方落脚，好离奇。小猫猫躲得特别好。这个是我们吃的最后一顿，冰箱里有一包全部都坨在一起的饺子，所以就只能做成这样。你要去拿 U 号了吗？大概要多久？半个小时吧。好吧。离靠谱，今天翻车了，滑铁卢了。他去租 U 号，结果没有带驾照，我现在去给他送一下。拿到车了 ，Let's go。哇，这个U号好晃，救命！这是专属我们的搬家电梯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到家了，打算开始搬家了。我现在收一下卫生间最后的东西。我们买 Dyson 的时候，他送了一个这个架子，可以把吹风机放在那个下面，还挺好用的。但是它后面的这些，我们几乎都没有用过。现在没有精力考虑什么东西该扔不该扔，所有东西都全pack好然后再说。拜拜，我的影视美们，我要把你们全都扔掉了。12这个 master room， 给大家来个 final room tour。这是我们的房间，走进来前面是卫生间，卫生间还挺大的，屋里是两个架子。这个卫生间很好的地方就是镜子很大，然后下面有很多很多收纳的地方，这个镜子后面还可以收纳，然后台面上也很大。咦，萌萌。然后房间就是这样了，房间其实不是很大。这个 view 我拍了100次的 view， 然后这里是我们 closet， 这 closet 其实很大，这边是我放我的东西的，然后这边是某人的东西的，然后就差不多是这样了。外面是厨房，我们是 share 的厨房，相当的乱。That's it， final 猫猫时刻，装猫喽！来，猫猫不要伤心。毛毛 ，Let's go！ 天哪，要跟你们诀别了，是哎。
这里。毛毛呀，小这么可爱，嘿，我给它开了个罐头在里面吃。走喽。